来我们看王光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敌人拿出来要进攻了。对，此时不发更待何时啊。对，这是对胜利的渴望啊。没错，这会儿的场上的其中的表现出来了，而且现在整个王光打的这个气场非常足啊。你看那个对手呢已经是有一点起战前退了，好像是在中国打一样啊。